是小六，今天呢，我来菜地里面除草。菜地里面呢，基本上这隔三差五就要来除草。这草呢，生长得非常快。这些草呢长得很快的，三天两头呢就要来除一次草。不过呢，这种草呢用手拔还是不是很费力的，经常拔才可以保证这个菜园里面不会生长太多的杂草。大家猜一下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这种呢是凉薯，我们这边叫葛薯，长熟了是从地里面挖出来的，非常的甜，非常的脆。之前我有拍过一期这个凉薯的视频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。好了，这个呢，草也除得差不多了，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帮忙点个关注，再见。